说，你把你妈藏哪儿了？我说，说，我今天打不死你！你担，你打不死我，以后我打死你！啊，说不说？放手啊！把你妈藏哪儿了？我就不说，有本事你打死我！干什么？她是你亲女儿，干什么？没事，我教育我女儿啊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坐那儿吧。你好，两位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这是我们的菜单。哎，来这个。好的。糖醋排骨，辣椒麻鸡有。有的。来一个。好。这才五点，正常吃饭起码得一个小时以后吧。给你看看东西。这封陆清蝉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是住你隔壁那小姑娘的吧？是啊，文敏红啊，她之前不是找过你想要改编范还记得吗？她是你的粉丝呀。粉丝，粉肠吧，还得是粉直肠。我就纳了闷儿，按说我和她也有几分香火情，但中间好歹隔着个你，她怎么就……这是柠檬水，请问用吗？我可没有告诉她你是言正义啊。怎么了？骂你了？在网上写范海记读后感，被人转到我文章底下评论区了。我一读，呵呵，写了个些什么呀？作者避开种马文的俗套，然而男主已坐定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杰克苏史诗。一个杰克苏男主，必将注定整篇文章与深刻无缘。他这什么逻辑？人见人爱就必须是杰克苏，是杰克苏还就必须不深刻？哼，充分条件，必要条件，他懂不啦？啊，他逻辑这么差，他看得懂我的文章吗？逻辑呢，确实不太好。哎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怎么会有逻辑这么差的人还跑出来码字儿？不过何敏红要是拿着这篇文章给我看的话，我可能是另外一番说辞了。这个 David 嘛，本来就是一个大写的杰克苏，一般作者的处女作呢写的都是自己，所以范海记的主角呢肯定是 David 乱入，因为 David 呢就是一个自恋狂，即使没有人爱他也会照着镜子爱自己啊。还是朋友吗？我接着给你往下读啊，你听着，你就听着。范海记虽然世界观很宏大，但是作者广播见闻毁在他的文笔之下，作者有限的词汇量，拙劣的修辞手法，偶尔牛头不对马嘴的引经据典，仿佛上好的白米饭中掺假着沙粒，摧毁着读者的阅读快感。我有那么差吗？这个实事求是的说，我觉得我没有听到什么沙粒的感觉，不过可能是我的文学功底不足。它里面有没有举例说明呢？有。我就觉得他在吹毛求疵。也有可能他是对你的范海记爱之深责之切，希望你能够从中得到提高嘛。这要换成是你家严教授在网上说错了话，你能一蹬鼻子一上眼给他啪拍这么一篇文章吗？那必须不会啊。那我肯定会摇旗呐喊，高喊着严教授真性情，严教授真可爱。得了吗？但是严教授是我的偶像，你和他还是差那么一丢丢。口是心非，哎，这我也笑纳。谁让咱气度大呢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江湖越老啊，胆子越小呀。我现在居然屈服于你这个可爱的小模样了。
那是屈服于真理，向真理低头不亏啊。不过我觉得你说的对，那个何敏红明明知道严正义是我的朋友，他还这么不讲情面，我心塞。行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心里头舒服点。可我就依然，我还是想把这尖酸刻薄的评论我就要发给你，你看看他都怎么写的我，说我缺乏人文关怀，缺乏个人光芒，没有社会责任感，不敢批评现实，现实的还毫无美感，那一顶大帽子由我裤衩裤衩扣的。他那拿的是一本本世界名著跟我的《泛海记》做对比了，哦，我《泛海记》最终只能沦为一篇网文，一篇快消文，一篇低质易耗品。他要聪明啊，你让他给我写一篇文章出来让我看看，我告诉你，他要写还只能写短篇。哎，我今天还就把话拍到这儿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逻辑差，他写不了长篇。就是，我们哪儿写的不好了？我们哪儿写的不好了？我看你的文章里面写的都是你自己一手整理的真实材料，你编造的内容绝对经得起推敲。你再看看那些名著，只能够陷在自己情绪里面。我们写的比他们高明多了，虽然我们的主角不是那么完美，但是个个阳光开朗。你看看那些名著都是什么样？要不精神病，要不就是偏执狂。行话里说得好啊，画鬼容易画人难，为什么呀？鬼谁见过呀？随便怎么画都行啊。所以那些编剧写那个精神病，他随便怎么编都行啊，他只要逻辑编脱线了，随便一句，他反正是精神病患者嘛，这一句话就搪塞过去了。这何敏红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呀？反正我认为，故事发展、人物关系等等的前后不合逻辑的，才更像吃了什么掺了沙子的米饭一样难受。哎，行行，犯得着跟他一般见识吗？消气消气消气，多大事儿！哎呀呀呀呀呀呀 ，David 呀，你可真好哄啊！啊？哼，哼哼，你好，两位，这是你们点的青豆黑木耳，请慢用。这虽然话说到这儿了，这我依然过不去那坎儿啊！你说他怎么就能够拿那一篇篇的世界名著过来跟我在这比较呢？他一定是在某方面被你得罪了，哎，所以他才这么挤的你朋友，一定。这个我用人格做保证，他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。哎，你咋还在这和稀泥呢？真不是，何敏红就是那种很单纯的性格，你在这儿气得半死，他会认为他是花了时间的，是很认真的，是真心的为你好。而那些真正的真心为你好的事，他却看不到。他这种单纯，有时候还是很残忍的。今天过得怎么样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又涨工资了。干嘛？
要么给钱，要么让你妈跟我一块走。你做梦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松手！你把你妈藏哪儿了？松手！不松手是吧？啊！你说，怎么松手？说，你把你妈藏哪儿了？我说，说，我今天打不死你！你打呀！你打不死我，以后我打死你！啊，说不说？放手啊！把你妈藏哪儿了？我就不说！有本事你打死我！干什么？他是你亲女儿！干什么？没事。我教育我女儿啊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再让我报警啊！你让开！